好，动一动鼠标。哎，对。好，再动动鼠标，对。会看出来的。你这个录像还能进？录像录像，照片我一会儿带你拍，或者明天带你拍。然后现在去查看一下那个笔记本，笔记本上查点东西。哎，笔记本上面我们实际上是除了这个电脑以外。嗯，这个去现在晚上就开门，但是不用太闷。那没关系，你就随便找点东西，然后再过来查。这边搞不好了。可以这么说，唐伟珍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，也许有人不相信，其实翻看一下他的履历就可以得知，从上大学到最终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硕士，他的研究领域始终在农业和生物方面。在他1987年离开中国远赴美国的时候，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开张。对于住在当时中国的唐伟珍来说，股市和天方夜谭是一个概念。坚持不懈的努力啊，在这之中里面，我觉得这书里面我们讲到了，有很多很多。好，再回来，再回来到这边电脑。然而，他对金融的热爱和强烈的兴趣，是原有专业和原有工作经验所无法逆转和担当的。他认为自己在金融上的悟性和思维方式，和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大亨巴菲特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以，他从开始为自己的幼买基金，由于收益显著，所以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唐伟珍为钱生钱的神话，从他所在的多伦多病人医院传向多伦多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找他做投资的人已经发展到100。
产出的四千元最后增长到400万，其中盈利近100万。这对一个刚刚完成就业还不如加拿大社会的新移民来讲，说是个天文数字一点都不过分。科学技术改变世界，我们更需要用财富知识来改善，就完善我们的这个生活，这种世界，这个可能不行。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刚才那话挺好。